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初心不改，一波王炸几经悲欢创辉煌，团魂让人感动。这就是街舞即将播出到最终都冠军之夜，到目前为止整个过程带给大家的感动才是节目最大的意义。王一博在第三季节目中为自己的战队命名为一波王炸，一直到第四季大家已经彻底被战队的团魂打动。原本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舞者，因为共同的爱好聚集在一起，如果没有这一档节目，有些舞者之间或许就一直都不会有机会交流甚至成为朋友。最近节目的官博也发布了一波王炸的团魂瞬间，整个视频虽然只有几分钟，但是已经足以让大家感动。王一博初心不改，一波王炸几经悲欢。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常胜将军的，王一博是第三季节目的冠军队长，虽然是第一次担任队长，但是王一博凭借对街舞的了解和各种对战策略的果断决策，带领着一波王炸成为了冠军战队。这一次王一博依旧有一个目标，赢。王一博向来都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欲望的人，他希望赢他会主动说出来，他也会尽力去实现，这也是王一博最吸引人的魅力之一。节目中王一博依旧初心不改，在节目中王一博玩的时候会尽情的玩，在正式的比赛中王一博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。舞者们每一次彩排的时候，王一博都会到现场检查，甚至连道具这种细节问题王一博都能够发现并且提出来。这一次节目中王一博组成的一波王炸的成员都是非常厉害的舞者，大家都曾有过很精彩的战绩。在节目中一波王炸战队也曾一起经历过挫败，接连几场的连败让整个战队都有一些压力和失落，而王一博在节目中直接点明了自己的问题，而且还主动和大家沟通。在后来的团队比赛中，一波王炸曾实现了六连胜的记录，每一次胜利之后大家都会激动地簇拥在一起，一起拥抱着对方，氛围感真的非常好。从一波王炸战队中大家看到了巨大的凝聚力，看着队员们都非常开心，王一博也很沉浸投入到一起喜悦的氛围中，感受着大家的快乐，团队力量发挥极致，冠军大战备受瞩目。王一博带领的一波王炸战队绝对把团队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了，虽然经过陆续的淘汰赛战队仅剩下三个人了，但是三个人就是整个战队的期待，背负着战队所有人的努力，最后一个人的成功就是整个团队的成功，这就是一波王炸最让人感动的团队凝聚力。目前节目的冠军大战也将一触即发，最后队长还要陆续淘汰自己的战队的队员。王一博在每一次淘汰的时候都是非常果断的，因为他总是清楚地了解每一个舞者的优势和劣势。淘汰的时候王一博的内心也是很煎熬的，果断也并不代表他没有感情，因为节目的形式就是如此，而且王一博的决定也是基于现状和未来的比赛考虑的。最后的冠军赛究竟花落谁家？写下你期待的舞者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